第二部分，青联创业贷款计划书。青联创业贷款计划书之特色：基本条件结构清楚、完整、简洁，容易阅读。内容详细精确，各项重要数据都有事实依据或合理预估基础，且完全表达于报告中，使阅读者既有临场感。青联创业贷款创业经营计划内容、经营现况、产品或服务名称、主要用途、功能、特性、特点，以及现有或潜在客源。市场分析，产品或服务之市场所在，如何扩大客源、销售方式、竞争优势、市场潜力及未来展望。借贷、再贷计划、预估损益表、贷款还款来源、债务履行方式。青联创业贷款创业经营计划内容：经营现况、产品或服务名称、主要用途、功能、特性、特点，以及现有或潜在客源。市场分析，产品或服务之市场所在，如何扩大客源、销售方式、竞争优势、市场潜力及未来展望。再贷计划、预估损益表、贷款还款来源、债务履行方式。结论：今天的创业必须有充分的准备，才能有效降低高昂的失败风险代价。而一份完整规划的创业计划书，正代表创业者的强烈企图与充分准备，也代表创业者对资金提供者的负责态度。